交际网络，发表你心迹，很怕攻击，怕伤害，反应冷漠，也许太孤僻，天性挑剔，似怪胎。有些话不妨公开，有些话积压于心内，最好找一个密室，永不要公开。拉上窗帘作招来，隐蔽口袋，看不见花圈，只有烟圈抱拥身段。想要入来，要经过筛选，街客骚扰防恶犬。那一位共形体向，由那位走最后转场，记得这一个密室，暗黑似深渊，但有人透露为着取暖。跳吧，跳动是为了自由，发泄吧，流汗是为送扭球。笑话，情欲化，提外话，时代带领一下，还无奈但共安全。思斗内跟你如痴作状，长夜寂寞，寂寞，谁还寂寞？